拍，我拍它五下，一二三四五，你咳，嘴巴张开咳。好，那么我拍完五下，我看没有东西出来，我赶紧这个手干嘛，握成一个空心拳，然后找到他肚脐眼上面两横指，好，然后放我空心拳这样对着他的两横指，然后这样包住，向里头挤，再往上一顶，向里头挤，再往上一顶，是不是有股气压，是不是有股力量？好，谢谢，这就叫著名的哈姆立克手法，救过很多的。